脚踏黑土地，头顶一片天，一撇一捺两个人活在天地间。人间有正道啊，岁月有更迁，孤独英明留千古，只求无愧过百年。吃回头草，好钢影射也不完。那没人要，那没要人要，老五营剩下一口气儿，他也要钻了一马天。现在播种通知，现在播种通知，龙泉沟的村民们、父老乡亲们，通知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好消息，龙泉山庄送往城里的培训人员，今天他们回来了，他们回来了，他们将载翼还乡，他们是大山的女儿，他们吸纳了大山的灵性，如今又经历了都市文明的洗礼，他们更漂亮了，他们更聪明了，就像一朵朵一朵朵什么都含露的出水芙蓉，出水芙蓉，出水芙蓉。看到没有，父老乡亲们来迎咱们来了，快点走，精神的啊！哎，好，净扯，那马桌子也是出水芙蓉啊。那咋的？我脚要是不烫，我也在这里呢，我也跟他一样。哎，冰箱！还弄个大岁数人穿那么压锁哪看？多亏让人给烫了，要不然也这德行。拉他！看到没有，这全都是木头盖的，一块砖一块瓦。寻啥呢？来了。嗯。找我呀？啊。这纱布都挺长时间没换了。可不是咋的？还疼不疼呢？反正有时候也有点疼。我说呀。要不怎么再疼啊，你就别拄拐了啊，怪吓人的，是不是？行，嗯，从明天开始我就不拄拐了。嗯。哟，挺孝心的姐夫，包饺子呢。啊、你姐歇俩真好了，这非得，哎呀。咋样了？你的脚啊，好没好点？出去。哟，这位女士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别跟我装腔作势。
把那身皮扒了，瞅着炸眼。炸眼？你是演戏了吧？啥好玩的呢？腰着腰刀的，死样子，给你。啥呀？打开看。哎呀，这谁的？你的呗。董事长临走的时候，让我交给你一样东西。哎，你回家看去呗。嘿，穿挺漂亮的。你还有事啊？没事儿。那我回去了啊。嗯。多亏丁香想着我，是，哎，挺好看的哈，真挺好。姐夫，你过来看看来，来，你看咋样？来，你过来看看。哎呀，这家伙。老公，嗯，看我腰的不？不腰的，妖精。哪像你那么系的？你看看，哎，这得这么系，这把这个边掐上，哎，然后是往底下这么一抿，这不还一样吗？往这儿系，成偷地雷的了。这往后来哈，哎哎，你看，对，哎，你看看，你的味道了。都准备好了啊！好，经理呀，都准备好了。好，你们那个什么剪彩的花先来摆上。好，我给他们打电话问他到没呢。我们太累了。哎，我看清了。小雨啊，走到哪了？就等你们了。那好了，哎哎，好，到了。以后啊，你就来。这地方啥菜都有，马上马上咱就剪彩啊。咱们也准备完事儿，一会儿来了赶紧敲啊催啊。好，哎哎哎哎，你们请着谁了？我想你们这个开业了，我咋一点都不知道呢？啊，各种这个手续办没办？费用交没交啊？为啥？客人都在，人家喊啥呀？我喊啥呀？我们没有证，我们能开业吗？那可不行啊！我第一点。这样的。哎呀，冯哥，那个啥，我就是那个。没事，快走啊！停，这啥，冯哥，那不用，我走了啊！我，哎，走走。他是谁呀？啊，那不是那个胡岩他弟弟吗？他干啥来了？他不一直在那乡里帮忙的吗？赶紧打吧。他老来找茬来。哎，你们别乱说，人家来查一查也那个，没有事儿，没有事儿。来来来，上走廊上停车台。请咱们董事长啊，你带书记和乡长来就坐啊，来。
韩姨，二奎，你张罗张罗，给让他坐干啥呀？来，韩姨，现在呀，这个为了给咱们开业庆典助兴，这是咱们村委会的这个老宅头，特意自编自演的一个小节目，欢迎。行。小黑馍挺好吃的，这叫什么名啊？啊，这个叫猪嘴馍，是我们这的土特产，您尝尝。长得挺像猪嘴的。尝尝这个。哎呀，这怪吓人的，这能吃吗？啊？哦，哎呀，我寻思啥呢？这呀，我告诉你，姑娘，这是林蛙，也叫哈斯马。啊。这个东西活的时候啊，是15块钱一个，相当有营养价值。美容高蛋白啊？是吗？嗯，是吧？这我也不敢吃。不敢吃就放了，随便。能吃啊？啊，看着家真热闹啊。老根儿啊，刚才我听几个游客议论呢，他们对咱们这吃住都挺满意。是吧？嗯，我也是搁大队部这屋都挺乐呵。是啊。嗯，看来咱们的想法是对的哈，问题不大。只要咱们打出自己的知名度，就不愁他没人来。哎呀，别的我都不愁，就关键这个知名度不是太好打。我想咱们是不是在新闻媒体做下广告呢？电视台呀？啊，那不得用钱吗？是啊，做广告是挺贵。那花不起钱呢。来，喝点水吧。哎，你坐。你好，谢谢啊。你也喝点。方。李香啊，你也歇会儿吧。累了吧今天？这人来的真多，今天。要照这么下去，咱们山庄可有希望了。是。你去上那边照顾客人去，自己到。嗯。听说广告费的吗？每秒钟都给你算钱，是挺贵。嗯，但是我想呢，这笔钱可不白花。行，你有事儿啊？没事，过来看看。啊、我跟你妈借了。不用。哎，张秘书啊，你天好呗？好不好，跟你啥事儿啊？没进城那些
别跟我说那些没用的。哥，你别跟我装啊！十来天没拔气门芯了啊！你看你们俩光说话，喝着水呀？来来，再添点。这个茶叶这味儿挺好。别倒了，这都满了，一口没喝呢，不用倒了。你快歇一会儿吧，别忙了。多喝点茶叶水，败火。哎呀！你快去你的，你这边、啊、这边不用你了，你不放、哎。你看今晚多热闹的啊！老哥啊，照这样下去，咱可行了。哎呀，哎，天天这样可妥了。老哥啊，啊，节目准备怎么样了？差不多了，这就开始啊。行，马上了。是吧？啊啊啊！都是我们自编自演的小节目，啊？干啥？我陪董事长说说话。你给董事长送点瓜子儿。啊。来了，丁香啊，来来，上台伴奏去嘛。啊，我一会儿马上去。这样，我还得上台拉弦儿啊。您陪一会儿吧，你还有节目呢。你忙，你去，你去，你去吧。啊。董事长，我给你带点瓜子儿，自个炒的，我不喜欢嗑着玩儿。占个嘴儿呗，待着干啥来？哎，小马呢？给那边抓点啊，兄弟们。远方的客人，村里的乡亲们，大家晚上好。今夜星光格外美丽，因为五龙山脚下又诞生了一座龙泉山庄。我和我的伙伴们，还有山庄的全体员工，为大家准备了一台小节目。希望我们的真诚能给您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。下面请看表演唱《山庄看叶》，像过年。俺弟弟在区上已经把亲推了。
我看了啊。嗯。哎呀，真好。原来吧，我还想，我寻思这二人转城里人不一定喜欢。今儿个这一看，我明白了，简直是超出我想象。谁说不喜欢呢？把我都看入迷了。是吧？那可不。好啊。哎呀，我想以后呢，咱们这可以列为一个项目，这个二人转，再在山庄里办一个小集团，以后有着自己的民间艺术，我们自己有团，第二有我们的野味儿，是吧？有野菜，以后想来发展。你这想法真好，是不是？嗯，确实挺好。的哎，殿下，你咋还没回家呢？我今天想在这住。这客人都满了，那我这黑了我也不敢走啊。你送你吧。嗯，送送，麻烦你送送我。我这事这么多，我能送你吗？天黑了，送送。那行，董事长你回去休息。好，我休息了。明天见，明天见啊。哎，没别的事是吧？没别事了。嗯，你就搁这回去得了呗，你这个样儿。天都这么黑了，我能敢走吗？你这休息吧。给我把灯打着啊。哎呀妈呀！对啊，这几天累的啊！哎呀，一啊，10:40了。哎，你说那男的唱女的真像啊！嗯，唱的真好。那小伙子是不错，三星过去说过的，真好看。哎呀，二位晚上好，自我介绍一下。我是龙泉山庄的宋耀元，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呢？啊，这个我们农村人都实在，不扯这个虚头巴脑的了。干啥呀？我是再自我介绍一下，龙泉山庄的宋耀元啊。我说你呢，一天怎么老监视我呢？谁监视你了？只要我跟那韩冰在一起。那指定是你在后边就出现了，像跟屁虫似的，我都撇好几回了。你听我话啊，他呢是董事长，我是总经理，是吧？我知道上下级的关系，你说我得向他勤请示汇报，沟通联系。我也没耽误你们俩沟通啊。再说那玩意儿，男的女的沟时间长了，对谁都没啥好处。你呀。上了一阵就像三岁小孩似的，心眼太小了。哎呀，别那样，说心里话，人家把那些钱投到咱这儿来，就对咱那么放心，咱得替你负责任。条件未尝的啊，食欲不振的，总之吧，什么药都有啊，也不贵，是吧？一副药就是60块钱啊。这个什么药60块钱呢？出去啊，不是。你这个价钱咱可以再商量，去去去是吧？不是你听，哎，你别，你这孩子没礼貌。你看，出去干啥呀？这价钱可以商量，是吧？60不行，咱50。我找经理去了。我回去了是吧？坐一会儿呗。别的了，太晚了，明天还得上班。有时间跟他沟通，没有时间跟我沟通。你看你又来了，以后有的是机会啊，咱先把正事整完。我走了啊。哎，燕棒。抓紧时间睡觉啊。看死你。陈，你看今天外面这夜景挺美的哈。啊，外边景是真不错呀。
请进。先生，我是龙泉山庄的宋耀元。你是干什么的？这还吓我一跳。那什么，我说白了就是卖药的。那个卖什么药啊？专治男女不孕。哎，他卖药专治男女不孕，咱俩买一副试试。多少钱一副啊？那个60块钱一副，三副为一个疗程，保证百发百中。啊，60块钱一副，3六180，咱买一副。那就先拿一个疗程的试试吧。哎呀，这两口子独具慧眼。哎呀，这就是知音呐！我跟你说呀，这是纯天然的中草药。哎，你们就吃去吧。不瞒你说呀，啊，我们两口结婚2年了，一直想要个孩子。可也不知道怨谁，一直都没有。那就是怨我呗。嗯，啊，不是，我不是别的意思啊。你说我要是早一点给你们送药上门，是不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？别误会，我能占你们便宜吗？我什么岁数了？哎呀，180。180。哎，拿药。哎呀，吃去吧啊。这个用这个大爷身体挺好的哈。啊，大爷今年多大岁数了？今年50出头。看就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哈。哎呀，反正心肠不错，身体也不错。因为啥呢？这就是说，各方面的这个条件呢也都不错，是吧？没儿没女，老两口子，俩老轱辘棒子。没儿没女。哎，你还没孩子呀？是没孩子，但是呢，不是没有那个，不是没要孩子啊。没要，这个这是10块，不是。这个药我们不买了。不是，你们这是误会了啊！我不是没这个能力，我跟不是你听我说，这姑娘你这可是误会哈！我不是没这个能力是吧？我你说我这么大岁数，不买，我是干这行，我如果没这个能力，我觉得好了不买，走吧。你不去，我跟你说，咱们龙泉山庄这个计划生育这方面做的非常好，有的是超额了，我这就简约一下这个名额，就我哎呀。头一波走了，你说第二波就不来了。我弄点儿，弄别老扫，那人扫咋拍？没人儿就不讲究卫生了，你我弄点儿。坏不行。哈，地板还能扫坏？别玩儿。那也没客人，玩会儿怕啥呀？就要玩上外玩，隔夜找点活干不行啊？啥活呀？有啥可干的呀？你得上班去，我不去行啊，你得去啊。去啥呀？你看看刘老根那山庄，自打开业以后就来那么一车客人，还是他儿媳妇硬拉来的。现在你再看看，一个人都不来了。我看这回刘老根啊，八成是要灭火。他灭火灭他的，你得点个卯，给工钱就行呗。大眼瞪小眼，上那瞅啥去啊？还不如在家晾晾我这辣椒呢。几个人搁这呢？别提了。怎么？大队部就剩3个人了。人家？他满桌大辣椒，他没来。来了几个服务员，到这一瞅没有事儿，都走了。我挨个通知去，让他马上回来。啊，干不干？给他通个话，快去。我
经理来了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到齐了吗？不到齐。药匣子呢？我没找着。大辣椒。你家药匣子呢？不知道啊。你找他有事啊？什么有事？这都上班吗？我听说药匣子挨屋卖药，有这事吗？哎呀妈呀，这谁给照的谣啊？说正事啊，收起来，别吃。咱们这个山庄啊，自从开业到现在有半个多月了。按理来说，这个头一炮打的挺响，是吧？就是说，第一把火，咱基本是烧的挺旺。目前来看呢，那好像要凉快。咱们说什么也不能让它凉快，是吧？因为我说一个，你们这个距离呀有点太差了，是吧？你们大家到我公司上班，就不能像过去种地那些人了，是不是？不能种小菜园子，说我想种啥就种啥，我不想种就不种了，这是公司，对不对？再找生产队那个时候，不还得点卯吗？是不是？从今天开始，天天上班没活也上这给我待着了，好不好？你都听着没？听见了。这种程度，你说咱能撂下吗？啊？就说你们都不搁这跟我干了，说你们都走了。就我刘老根我一个人，我头拱地，我得把这事儿整好。这帮人为什么怎么这么难管呢？咱们应该用制度和利益挂钩，用利益去捆呐。现在他妈咱没利益，问题是。哎，老根啊，以前你不管理过农民吗？我现在管的不也是农民吗？可从意义上讲不同了。怎么呢？今天的农民要经过改造变成员工，在改造他们的同时，首先得改造你自己。好，特别好，这课先上到这儿啊。哎，张明给我记了。哎，说两个事儿，正好董事长也在这儿，告诉您一声，工资不开了，别害怕啊。这个给你们一年的钱啊，统计起来每个人都入股，这样有啥好处呢？就是说跟你每一个人的利益全挂上了，啊，你一天不来咱给你扣一天工资，到时候分成的时候，比方说100，到年底会从变成1000，一起10000，是吧？我这不是臭白话，真要火了不知道多少。我们这公司不是哪个个人的了，这就叫股份制公司，是不是？我说这些也不知道大伙儿明白没明白？听明白呢，就是好好上班。这刘老根还说啥了？别的他也没说啥，就这些。那你到底应不应啊？不应。为啥呀？其实呢，拿一年的工钱入股，这倒是个便宜事儿。可他万一赔了呢？你说我一年能采多少药，卖多少钱呢？啊？那他万一要是挣了呢？是啊，他万一要是挣了呢，这一年的工钱可就是驴打滚啊！我说。嗯，怎么这么的？怎么的？咱俩呀掰开啊，你呢入股，我采药，反正你一个老娘们儿闲着也是闲着，跟着瞎闹哄去呗，是不是？那倒也行。反正我一个小女子头一回遇到这事儿，也没啥主见。你是户主，你把事儿看准就行呗。行，那就这么定了。那行，睡觉。哎，不来了。
都收齐吧。哎呀，来的还挺齐。这个说两句啊，李生，说明大家呢还挺相信我刘老根儿，我谢谢你们啊。经理，我来了。也，你咋才来呢？昨儿我睡不着觉，完了药匣子给我配点药，吃完了一觉就闷过去了。没事，告诉药匣子啊，别把你药着。谢谢经理，我一定告诉他。从今天开始啊，今天过来了，就明天吧。每天早晨上班第一件事要上操啊。这个张秘书啊，最近也挺忙的，不能完全陷到这里边啊。上操的人呢，我想啊，这个就由李文静负责，好不好？我行啊，行吧。报告经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分头做准备。都听明白没有？既然咱们到这个地步啊，着急上火也不解决问题。当初咱们开业有点操着过急了，缺少宣传上的准备呀。好赖呢，咱们开销不算太大。现在有两条路可以走，一是贷款，二是吸收村民入股。你说咱们应该走哪条路啊？哎呀，我看呢还是执行第二套方案，这样人家公司会有发展。这回我们用长绳子把全体村民都给他捆住，这样对咱这公司能会有发展。行，你这个想法不错。董事长，哎呀，干啥来了？我给董事长打点热水烫烫脚，解解乏。来，哎哎，谢谢啊。哎呀，手心，哎，好好烫。老根儿啊，听你们这根儿真是热心肠，这人执行挺好的。他对你挺好，照顾还挺周到。二奎啊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来站起来。事儿挺大呀，还得我站起来说。给你个任务，马上完成。啊，好不好？行，说这个明天呢，一大早，你通知咱们全体村民到山庄集合，我要训话。要说啥呀？谈一谈这个集资入股的事儿，动员动员，也算动员大会。干啥呀？现在就去啊！我干啥不行呗？干啥呀？怎么不行呢？你那一百万还在那块戳着，还不知道咋回事呢，还动员大伙入股，你把人大伙血汗钱都给人打水漂了，咋整？你说那咱那也不是蛮干，是经过实践验证的吗？都。我跟你说，万一这个山庄火了，知道吗？全村的老百姓也就都跟着火了啊。这样不就是为了大家造福吗？啊，你要不火呢？不火我赔钱。你拿啥赔呀？你赔钱张嘴就来，你让人大伙都上你那破房矿里边扒砖头去。你别说那屁话。老财头，哎，扩大开开，我管个事儿。你自己管呗，啊，你自己管呗。我是自己管啊，你给我打着了，就这几个疙瘩你就拧呗。就小样你给我开着不行吗？这啥？
好了。喂，喂，村民注意了啊！现在我说个事儿，全体村民注意了，明天。爸，你干啥呀你？这是村委会，你知道啊？别忘了，我是你爹啊！刚才掉线了，继续。继续说啊，明天都上山庄门前集合啊！我干啥呀？家里边折腾不下，你又跑这儿来折腾？下午干啥呀？干啥呀？这是孩子们，臭你！你跟我俩说，我啥头？你干啥呢？你干啥呀？哎，大哥，你坐，好好说呗。你我就用了，不，你好好。我拿你这派出所叫来，把你爹关走了。你还不信你的事呢？你这何苦？你好好关，你快回家了，你知道吗？别动用啊！呀，董事长来了。董事长来了，快请坐吧。你们都在这儿呢，哈。啊。哎呀，这位就是韩冰女士。坐吧，坐吧。啊啊，好好，来来来，请坐。哎呀，这是因为啥事儿啊？发这么大火啊？其实也没啥大事儿，就是用广播。有事好好商量呗，跟孩子发火干啥呀？二奎是村支书，村里有村里的规矩。听说你还把人家那屋给砸了。董事长，我看是这个样子啊。这个村是有村规，可是家有家法呀。啊，从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礼节来说呢，老子就是老。儿子就是儿子，儿子不管当多大的官也要听老子的，你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，董事长啊？哎呀，能劝你就劝两句，不能劝别给人瞎说。真是，董事长，不怪我叔生气，事儿出多差劲。别说了，这事就怪我脾气不好，见笑了啊。阿姨，哎，你说，哎，小满，哎，喝点水。说那小满对你多好啊，你也吓得眼儿。就是，这玩意儿得上哪找去？哎呀，你别说我爸了，阿奎要是那懂事的，我爸能生这么大气吗？都那味儿，看这孩子多好啊。那是啥说的都没有啊。是，你怎么老说？爸呀，阿奎不让你用广播那事儿，你别生气了。明天是礼拜天，我挨家挨户通知去。你别说，小满说的也对。你说那大伙这老些嘴加一块儿，咋的还盯不住一个大广播喇叭？可不是咋的呢？哎，咱分头行动，一通知不就完事儿了吗？你们有啥要求你就告诉我们呗。这也是个招儿，你就说咋干就行。就是，你跑道呗。那就这样啊，咱们分，一共有两条。这个第一呢，100块钱一股，不限量啊，谁参加都可以。第二呢，就是明天早晨通知大伙到山庄集合。心中的爱，条条皱纹儿尽。